大家好，我是阿维兰奇的某 A， 好久没更新视频了。最近看到迷你地铁又增加了几张地图，所以想再录一下迷你地铁的视频。这次就录孟买的视频，看能获得怎样的名次吧。另外，这次我偷瞎了，就不做解说了。OK， 开始吧。简单介绍下孟买这关吧。首先，方形车站会有3到4个，数量比较充足，不过只会在西边的半岛出现。西边的半岛三角车站会成堆出现，东边的大陆圆形车站会非常多。然后这关没有交通枢纽，但每周选车厢的话是增加2节车厢，所以东西两边的换乘不要集中在一个车站，最好是绕2条线路来承担东西的连接，而且2条线路各自分留下特殊车站的乘客，不要让某一条线路通过所有的特殊车站。
Thank you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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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113篇5705人次，不知道能排第几名。不错，居然是第三，第一名7660分。不出现其他地图那样第一名分数大的可怕的异常值，排行显得比较正常。看这次第三能保持多久了。OK, 这次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